大骨汤喝太多会结石哦，我不常喝啊，我不常喝，不常喝。美食评论家，因为没办法，皮弟是做厨师的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常常会当他的试验品。好，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呢，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这个怎么讲，混在一起之后，我可以喝得出这个什么，什么？厨房七宝是哪七宝啊？油米、柴盐、酱醋茶。你这不重复了吗？油米茶盐酱醋茶，有这么重复吗？财吧，对不对？皮弟好多才多艺哦，不是还会盖房子？对啊，皮弟还会盖房子啊，他又会当厨师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又教他画图，他现在已经学会怎么画 AutoCAD 的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才多艺的男人去哪里找？对不对？嗯，啊。白老皮肥了要杀来吃是不是？所以我是白斩猪的概念是不是？你们这很过分哎、欸！好了，哦有点烫，所以我们先放着啊，先放着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开台啦。OK， 观众也大概啊进场了，进场啊。Twitch 真才中吗？皮弟看过来。如果你们 Twitch 这个公司呢有要帮忙盖什么小木屋或者怎么接待中心的，你可以去找皮弟啊，皮弟真的盖得不错啊，摩拉姐可以考虑一下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，啊，我们在我们下方这边，啊，这边，啊，这边有写啊，《星际大战：银河战将》啊，这款游戏它算是有点像战棋卡牌类的游戏，可是它玩起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比起那些要知道什么武侠啊那种的卡牌游戏，我觉得真的好的很多。我待会玩看给各位看就知道。那我们一开始的话，它其实就是要去收集这个角色。哦，老皮目前的话已经收集到了，看像这个一开始会送这两只绝地武士跟这个反抗军士兵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复制人宗师这两只啊，这两只是一星角色，所以其实，严格讲起来还蛮渣的，还蛮渣，但是啊，反正加减用一下嘛，啊、哦，加减用一下。那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殊能力，像你看这个复制人宗师的话，他能力是可以火力压制，哦，火力压制的话就是可以一次打。全部的敌人，其实还不错，就算是群体攻击的角色之一啦。哦，你也可以帮他换装备啊什么的。待会我们会去介绍一下。对啊，这款游戏我个人是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就是手游的 RPG 类型里面玩的算不错哦。看像这只绝地人武士，我已经把他的装备给塞到还蛮多，所以他的能力值其实是蛮高的。哦，光剑攻击，那这就是他算是补士的角色。好，那角色要怎么获得？相信大家一定啊非常非常想要知道的。这是怎么获得呢？就是你得要花钱去抽，不过呢，他还是有送角色啦，哦，像这个东西他会自己送。那我看一下这包是什么东西啊？送什么？帝国卫兵碎片，保证掉落，机器人一台吗？这我有玩说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我有玩一下啦，哦，必须要小玩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今天没有聊天室哦，聊天室我有开啊，宕掉了吧？今天聊天室好像坏掉了，哦，我有开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。三星卡片吗？对啊，它不会跳出来。嗯，看来应该是爆裂啦。好，不管。哦，皇家禁卫兵哦，可是感觉这只很还蛮恶的。哦，有哎，黑武士。哦，黑武士要80个碎片。所以有些人幻想，你是要去凑这个碎片，凑到满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使用这角色了。有些是可以这样直接拿到的，但直接拿到通常都是还蛮烂的啦。你看这只，它是黑暗面的。它这个角色配对的话，它有分两个，就是一个是黑暗面，一个是光明面嘛。光明面就是像我们什么天行者陆克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什么天行那个遴选莱西啊，还是什么遴选莱西什么东西？哦，天行者莱西啊什么的。哦，这只还不错啊，光明面爪哇主，它能力是什么？利用弱点。造成负面伤害正义啊，还有这个50%的几率可以晕眩机器人，所以他说打机器人的角色，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配置一下自己的角色啦，啊，配置的角色，那居然下载老皮的 FB 上面就有啊，哦，你可以去抓一下，我先把聊天室弄进来好了，这样呢，这样有吗？哦，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啊，聊天室移到最下面，好，这样可以啊。欧比王哦，欧比王也有啊，而且我发现他那个新电影的角色里面也有，
害我真的是有点忍不住想要抽，你知道？因为它这边有卡包可以抽嘛，比如说你可以抽这个嘛，哦，这个什么超级大包的啊，跟我一样很大包，那它会掉落一些像特殊角色，这只啊，哎，不能点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几只就是算是经典角色，然后也有就是电影里面这两只电影里面的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欧郎跟这个妹子啊，对啊，那。不知道哎、欸，2000多，我现在才700多、哦，我觉得我先存好了，因为他还是会送，他就是你解锁任务之后，他虽然说大部分的是要花钱去抽，但是他还是会送一些角色了啊，青铜包抽一下，大包，对啊，跟我一样大包啊，怒抽一波，不要啦，你们这样子不是实况抽卡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工商他没有提供这个点数让我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抽我要抽我自己的东西啊，好吧，自抽你知道吗？自抽很恐怖啊，免费倒数，这只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把我们的角色阵容组一下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我可以训练我的角色。那我们先打一场，让大家看看这游戏到底怎么玩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还只能打光明面，反正10亿哦，花点小钱不算什么。听你在讲，哎、欸，钱也是钱好吗？好啦，那老兵前面已经打了好几关了，这关是第五关的魔王关哦，灭星者号。工商嘛，不专业工商，哎、欸，自己花钱，这个我也要玩熟在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有五只角色，这只角色是我第一次抽到的，这两只是一定会送，这角色是我抽到的，这是那个怎么讲？这是那个丘巴卡，算是英雄角色啦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在看第几集的时候，那还蛮好笑，复制人之战，他就是会拿那个十字弓出来射，我就觉得说奇怪，这十字弓还可以把别人射到满脸都是，也蛮厉害的。好，我们先帮他升级一下好了。哦，这样升几级？哦，这样是升六级耶，好爽、哦！好，开战，开战，开战！丘巴卡，丘巴卡。哦，开战，开战。那这期打架的时候，就是变成说他是，虽然说就是像一般我们卡牌游戏是这样两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动画部分，我觉得做的特别好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嘛，像这三只小杂鱼都没什么差，直接打脸就好了。对，杂鱼打脸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有两招门，就是基本上每个人一开始就有两招技能啦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它技能会越来越多，然后你可以互相搭配，然后也有属性之分啊，有的没的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暴风指挥官嘛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技能，因为它冷却时间4回合、啊。普攻的话是每回合都可以打，但是技能的话它会有冷却时间啊。帅皮可以给王子吗？好啊，我给个王子好啦。大家等我一下啊，我们边打边给王子。两光厂商嘛，不会啦，哎、欸，拜托，好歹也是 EA 好不好 ？EA 出品啊，对不对 ？EA 出品的游戏，你能说这个两光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开玩笑啊，这个工商还是要做的。不过游戏真的蛮好玩的啦。好，帝国军官跟暴风士兵哦，不过你要看敌人的武器、欸。我们先集火打这只好了，这只的能力还蛮强的，画质不错。对啊，画质还蛮不错的。光剑，嗯，哎呦，哎、欸，100多，好痛哦，好不好？这是丘巴卡的派上用场了，一个战吼，好、哦，这个战吼技能的话可以挑衅别人一回合，对吧？冷却时间5回合，就是花了5回合只能挑衅一回合，其实还严格说起来还蛮没有用的技能。好，我40几滴，先集火打另外一只。哎呦，模拟城市哦，可是这游戏又不是模拟城市，你们在那边不要那边牵拖好不好？它就不同的制作组做的啊。手机画质太好，我觉得画质真的不错，小动画做的都还不错。然后魔王关出来，那魔王出来的时候会有动画，我就觉得还蛮有魄力哦。三只，我就是拿长枪的比较麻烦，我们先用那个群体攻击把他们消耗他们血量好了。能自由移动的模式吗？没有，它是战棋游戏，战棋类的游戏哦。好，把这干掉。聚扁。好，剩下10几滴血。好，麻烦的干掉了。指挥官。哇塞！哇，又放一个物理强化，又在那边补血啊。这魔王关吗？小魔王啦，算小魔王啦。他每个大关里面都会有一个主要角色出来跟你打，那也会有剧情。我们
现在被他嘲讽，所以我们只能现在只能攻击他。丘巴卡嘲讽人家只能嘲讽一回合，对不对？随便一个帝国暴风兵，不是一个英雄角色，都还可以嘲讽三回合啊，乱七八糟哎、欸。每一次只有两招吗？没有，每个角色的能力值不一样，你可以藉由升级它，来去解锁这个技能哦。像你看看他后面，我让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边的话，你看看我们的丘巴卡在哪里？丘巴卡，哎、欸，不见了啊，这边。啊，这边你看，它其实还有这个两个技能哦，你必须要到这个等级之后，你才可以使用等级4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啊，哦，可以增加能力值啊，也有被动技能，也有主动技能，所以其实你要自己去挑自己想要的角色来练啊，不然的话，你每个角色都练的话，其实会练很慢。那这次的话，它是电影角色哦，最近新的电影角色，第一教团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、欸、装配升级嘛。训练一下丘巴卡好了，指派，甩腰，什么甩腰啊？听起来很色哎、欸，七等，哇，一口气就变七等，你看看有没有毛茸茸？你在干嘛啦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甩腰。我想说什么甩腰就你在后面不知道干嘛，很色哎、欸，你爱到我了，对你爱到我了。你知道观众说，哎、欸，爱到你，嘿嘿，可恶，爱到你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会让他乱传绯闻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还在开视讯？我开视讯啊！你一直开着，我一直开着，我一直开着啊！待会儿人家观众打完说，哎、欸，爱到你了，那你到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不要在那边，到时候大家有绯闻，到时候乱传。今天才有这实况组分手，我们今天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不好啊，不好！你说你在借口八卦？对啊，各种八卦，不是我在讲啊，害我都想要去这个去询问一下，你知道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目前的话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是不能点？啊，不管啦，看一下啊，我们的角色，哇，这个现在他的装备都解锁了，放下好了。谁分手？这个我不好说啊，你们自己去找啊。因为今天有人开台分手，我想说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升级一波角色丘巴卡，那他现在变成说他这个指挥官的决心就可以使用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打下一个战役。哦，灭星者号有一只 BOSS 啊，打一波，指挥官，阿神跟梅子，对啊，消息很快，因为我今天下午在那个弄影片的时候就忽然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、啊、这边也是帝国军哦，哇，想当初这个帝国让他牙痒痒的，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帅，帝国那个暴那个风暴兵，我觉得真的很帅。不过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其实帝国的这个蓝本呢，是当初他们是用这个希特勒哦，他们是用那个二战的那个希特勒来，就是纳粹军哦，来当做他们蓝本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有很多造型真的还蛮像纳粹的。你看这个军官有没有？包括这个长靴啦，还有他这个装备的配置哦，帽子啊有没有？哇，这扣很多血，直接补个血好了。单身吗？阿神单身哦，这我不好说啊。别人的八卦，我们就是哎、欸，好像听到我八卦，但是详细细节大家自己去找看啊。我，因为毕竟对我来说，我最近比较少跟阿神联络，他都在忙自己的那个影片啊。好 ，Cuckoo Brother 还不错看，有时候我会偶尔会看一下。哦，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想看看啊，听看怎么样。不过我今天看到那个，我是真的还蛮讶异的。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两个人感情不是还不错吗？怎么突然要分手？好、哦，第二站，啊，不是光明会的吗？不是啦，不是什么光明会的。好，哇，还不错，啊，伤害还不错。我们先用群体攻击打一下，交个血量。好耶，嘲讽个。侦察兵在这个的话，他也会就是打群体伤害，所以我们尽量先能够压制他的血量，把他干掉，不要让他那边进行那个群体攻击，真的麻烦。好，别开多久了，我开个十几分钟了。小燕旁边那个是谁啊？那是 Bonnie 啊 ，Bonnie 他在玩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。老皮是天地会的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天地会的、啊？你看，反清，
等一下，我这个腰骨有点那个复明，对不对？屁股上面磕两个虫痒啊！不开玩笑，人年纪大了，腰骨不太行。怎么突然开视讯了？很久没开，开一下，不行吗？哎，开视讯你们也不要啊，不开视讯你们也不要。好，这个 boss 啦，色情会是不是有点臭？好，王出来了，中间那只驼背啊，每个都在驼背。喂、哦，哎、欸，比尔斯将军呢、欸？比尔斯将军呢、欸？哇、哦，一上场都遇到大家伙哈！来来来来来，左脚八，右脚七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把技能放一放。反正一技能 CD 时间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能有技能就放，不用怕。哇靠！哎、欸，直接来个这个什么讲？卫星导弹攻击哦，然后他用小怪来这个开嘲讽，必有是打他之后，哎、欸、不得了啊，他一次都是范围攻击哦，50几滴。可是我的那个丘巴卡有升到第七等，所以丘巴卡其实伤害也蛮高的。好，嘲讽怪干掉了，我们先把碧尔斯集火干掉好了。他是第五级的将军啊，将军老了驼背。嘲讽的。好，来，血量应该还可以啊，80滴。哎，38滴，92滴，哎、欸，挂了。说好的裸体呢？屁股有十元两个字，是不是？好，哎、欸，搞定。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可是你到后面的话，你可以跟别人对战哦，所以你自己的角色搭配、技能搭配也是很重要。拿到不少好东西耶，电脑版嘛，这是手游。好，三颗星，打到第二关了嘛？哎、欸，免费赠送我碎片哦。他说他要赠送我这个伊蛙族侦察兵。困难模式会多获得一个碎片，他将它加入你的收藏。可是我不想获得这东西耶、欸！你看他脸长得这么的真诚，对不对？两颗眼睛水哇哇，我就怕说在我的部队里面会让他受不了，你知道？太可爱了，不想把他捏爆，你知道？哦，死狗一年啊 ！S 九不是嘛？哎、欸，你这个要送你就直接送10个，你这边送9个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今天哎。欸对不对？我出去外面送你，哎、欸，我送你台数位相机，但是这个镜头没有，你要自己去买镜头。我只有送你机背哦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是说这礼物送？你爸爸说，哎、欸，我送你台轿车，儿子啊，你毕业了，我送你一台宾士轿车，但是我只有送你3个轮胎哦，好不好？剩下一个轮胎你要自己去买，送一半，你知道？可是脖子好恶心哦，其实还好啦，毕竟你想想看，你怎么可爱小动物脖子还那么？这么小只不可能啊！打这个吗？一模一样。好，打一场。别人都没嫌你了，没诚意。不会啦，这样打完就有了。行销的艺术。哦、欸，会痛哎、欸。背景还有那个几个战斗局。第六集跟丘巴卡一起偷 AT 嘛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买吸管那个买饮料没给吸管，差不多。说好了做好做满呢？怎么越来越扯啊？聊天室的素质啊，也不是啦，就是一种民风开放，你知道吗？人变多了，什么人都会有。宾士我 OK 嘛？反正只是买一个轮胎，也是好不好？各位观众呢，没关系。如果你要送老皮礼物哦，你送宾士车，你送3个轮胎 ，OK， 我可以接受。剩下一个轮胎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好，不要让我变胖，哎、欸，不要每个人面说我变胖，我明明就变瘦，说我变胖，过分哎、欸。好，来，暴风雪地暴风兵没什么用啊。好，可以。买保险套就上面有个洞，是不是？客人你自己把洞补起来。现在买要加补洞的话，还可以加购我们的强力胶哦，对不对？脖子都不见了，没有啊？你看我还有锁骨哎、欸，看我的锁骨都还在，好不好？
什么脖子不见？哎呦，不用车身，胖子胖了才好看啊！过分呢、欸。好，买 B 四不给他钥匙。哎、欸，不要起名啊，不要起名啊！好，打完啦，总算可以送了吧？对不对，小胖子？你看看，就差那一个碎片，对不对？送我一个伊蛙族侦察兵，就只差就缺一个手脚这样子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启动吗？全面启动。哇塞，这游戏启动都比别人帅啊！哦，还有他专属音乐、哦，光明面。伊蛙族攻击者根据伊蛙族盟友的堆叠闪避，给予一个单一个目标强力一击。所以他是你攻击的话，你的伊蛙族盟友越多，你的这个伤害就越高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还可以升级技能啊？种族攻略吧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伊蛙族盟友存活的话，就会增加1%的闪避率哦。所以你带五次的话，就多5%闪避率了。这样子啊？困难模式跟普通模式，好吧？那我先来看一下我的伊蛙族好了。这脸真的很想把它捏爆哎、欸！可以升级吗？可这是值不值得升啊？我就不知道这次好不好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长成这样子，还有熊耳朵。他升级成 C cup 啊，后面很闪，没有，后面两个都女的啦，哪里闪？闪爆了！闪爆了！哨兵机器人是黑暗面的，力量哦，其实他的角色蛮多的，你看有没有？泰战机驾驶员，黑暗姐妹会的新人，穿的还蛮少的，对不对？踢宝，哦，就是刚才那伊蛙族老大有没有？踢宝，刚刚踢宝吗？这很好笑哎、欸！哦，这只也是英雄角色，这只我也很喜欢。双刀，哦，长老，卖掉嘛，没有用啊。反抗军驾驶员，哇，欸、很多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图鉴可以看啊？没有啊。乌格族、爪哇族我已经拿到了，可是那种一颗星的，其实我真的不太想练。哇，连莉亚公主都有啊！这个不是被绑架之后就再也无声无息的角色吗？哇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小五 ，H88，暴风帝国暴风兵，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那全部收集还蛮不容易的、欸。将军也可以拿得到，豪斯反抗啊，天行者陆克，哇，超级复古造型哎、欸。哦，陆克那时候还是拿那个长枪，他不是拿 他不是拿光刀、哦，光剑。上电玩，哦，不错哎、欸。HK47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名字是什么东西？有人可以念给我听吗？这个名字是什么 ？U R O R R U R R R， 我看一下好了啊，我看一下，真的找得到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我们直接 Google 一下，这个名字我真的不太确定是不是有，好吧？U R O R R R U R R R， 真的吗？有这种角色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！哇塞，神翻译，到底怎么念啊？不是，真还真的有这个，我有点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只嘛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U R O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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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请 Google 小姐帮我念一下，不然我这发音我真的发不出来。R R 啊。R，R，R，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？你懂的，就是，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You're a rarer. 哦，他的名字不好念啊 ，Jerrer。哦，蛮厉害的、欸。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蛮多名字很奇怪的角色。次等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欧比王哎、欸，老班。哇塞，随便80，力量250哎，这只也有，这只我也很喜欢。可是他这只死的还蛮蠢的，他明明是一个很强的反派角色，怎么莫名其妙死反啊？自己摔死？好吧，哎、欸，这只也是新角色啊，芬恩。
马上 Google 打我脸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先来继续打啦，继续打，因为我们这竞技场的话要八等哦，现在我才四等，可能我们还要再往前推一些哦，往前推，或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打一下，因为这个跟队友这个其他人 PK 嘛，然后可以争排名赛啊，有的没的哦，像这边也有，然后你可以打团队赛啊，然后有很多的很多功能性，它其实不是只有单一的这个玩法哦，活动挑战也有，只是我一开始你东西比较少，你要慢慢解锁，赚取碎片，打困难等级看看啊。打第七级的也有啊，每个角色都有。要带吗？不然我把这兵换掉好了，我换这个看看好了，让他出场有一个出场的机会啊。老皮都不理我啊，十分钟，我说不要洗屏啊。好，140，弓箭吗？这知道什么东西？造成物理伤害，并有额外30%的暴击机会。这招呢，就是一般的埋伏攻击。咻！超烂欸，不是我在讲。可啊，他真的长得好嘲讽。我想要练，我想要练一队伊蛙族士兵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是赶快把那个伊蛙族的人呢，全部都把他收集到。有人说他虽然被吃掉，但他没死，后来又逃出来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他没死啊？我想说他不是已经死了？在我的印象之中啊。哎、欸，好。哦，困难难度果然有稍微比较难打一点点，血量都比较高一点啊。找不到这个游戏吗？你可以去 Google Play 上面找，或者在 iOS 里面找得到。要打星际大战，或是你直接打这个银河战将就找到了。它是一种卡牌战斗类的游戏。哇，真的不好打哎、欸，攻击蛮高的。怒射一波，射别人下面。哎、欸，要死人，要死人了！哇塞，欸、还回血，我也回来，让剑士原力的厉害，好不好？我的原力，一个射，水晶怎么一增加？为什么我都没有？这就是你要去解那个任务啊，还要挑战任务啊！老皮的直播电话就宕机了，有没有那么会宕？好、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银河战甲，好，宝贝，来吧，先往他膝盖射一箭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机器人那个角色真的没什么用，因为他的能力只是对机器人的伤害增加，一般士兵没什么用。讨厌卡牌游戏啊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这你要把它当成就是有点像 RPG 的类型的游戏啊，对不对？像是那个嘛《仙剑奇侠传》一样啊，你让练一练，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他不是说单纯抽卡，然后你卡片能力很强，然后就屌打一切，但我就觉得还好，他是还是要凭，比如说什么战术、战略的。好 ，OK， 现在没有 mode， 对啊，现在没有 mode 存在。哎，一个 combo 技还不错。出发卡伤害100，哎、欸，要补该啦！不要啊，不要打他、啊，他很可怜呢、欸。好，补个血，补个血。愿原理与你同在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老皮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生一堆小孩哦！不要吧，不要这样。突然莫名其妙就说要跟我生小孩，这不好啊！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哎、欸，打开通知，打开什么通知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真拿到他，真的可以拿到他的碎片。所以如果说你每次一直刷的话，你多花几次就可以拿到他的碎片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这个也是，你看没有？但是他这角色好像要刷蛮多次的，我看一下好了，这一只吗？升级成二星，我、哦、这个还可以升级。不管啦，我要把我的这个伊蛙族呢，伊蛙族士兵呢往上强化，调等级二的，太伊蛙啦，哇，直接变八等伊蛙、啊，结果是小屁孩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哇、哦，好伊蛙，哇，太伊蛙了，
整个人都伊蛙起来了。哇塞，我把一个一星的伊蛙把它升得那么强，哇，这个真的我就看到会吓到，你知道吗？购买资料卡700多嘛，不然等一下我如果说 OK 的话，我把后面把它买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免费抽一个。常没有赞助吗？没有欸，他没有赞助啊。因为赞助的话可能会不太公平吧，这种游戏还赞助还得了，对不对？瞬间一开始就有超强五星卡了，那还要玩吗？他其实这个角色的好的地方，我觉得 EA 的手游啦，其实好，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在于说他的手游他是可以收集到你的角色，你不用说真的去花太多钱。对啊，欸，你看又得到一个角色啦，是不是？不错啊，不错。哎，怎么后面没有了？这么短 ？Story mode 吗？会，我当然会 Story mode 啊，当然会 Story mode。先等我打完这个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打啊。这敌人是谁啊？困难模式，丘巴卡，还是我把这换掉啊？这是真的没什么用啊，爪哇族。换个会群体伤害的好了。会出错吗？300变3000，不要啦，大大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射钉，哇，射135哎，有升有差，八级丘巴卡，还有这个爪哇族哦，伊哇族，还有140，看到没有？打脸就是有用啊！哎呦，一直爆射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好会射！一挖射钉钉，一星换三星哦，没有，他这个星级其实还好哎，我觉得他的星级只是在于他的技能等级而已啊。脸胖胖的，哦，不要再这样讲啦，我已经瘦很多啦。哦，我是男生，可是我也好爱你，不要这样好吗？虽然我爱你，但我真的不能接受啊。哦，有了。不错，很会射啊，很会射，有没有？你看帝国军官又要爆射了啊！先砍两刀，哎，狙一个，67，来射钉，哦，爆，哎，射钉射200滴耶，哦，好猛哦！果然爪哇人真的是，哎，不是爪哇人，我们伊蛙族真的是有用啊！老朋友怎么吃胖哦？你问我问谁啊？我这么瘦，我要怎么回答你？你对一个瘦子问说你要怎么增胖，我要怎么回答你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，有了，不要再补啦，你补血药太多。好，指挥官，射钉，吃菜都可以胖了。老皮，我会为了你去泰国变性整形的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银花族什么东西？啊，来哦，三只，小嫩嫩，伤害才十滴血，不是伤害打十滴血太扯了吧？完全没有伤害的作用哎、欸。还有蛇蛋，100滴，有痛，离散病。复制人比较帅、啊，我也觉得复制人比较帅、啊。好，哦，有点撑不住的感觉哦。对方攻击力可以打100多，他一格血量大概是100滴左右了。敌人背后是主机嘛？对啊，他游戏中的场景都是电影中出现过的场景。星际大战虾兵蟹将是不是？性感的双下巴怎么快消失？就跟你说我变瘦了嘛！哎呦，丘巴卡快往生了，扶着自己的肾脏。哎，50滴还不错。哎呦，又被打脸，现在两个都快往生了，伤害不够高。困难模式真的有难度了。
哎哎哎哎哎哎啊！快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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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一个一个射，一个一个射啊！尽量往他们脸上射啊！再回合我就可以补血了。你有受过吗？有啊，我有受过啊。嘲讽一个，帮我比较简单，知道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吗？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RPG 游戏，然后你可以透过呢不断的去解任务啊，获取这个新的角色加入你的队伍啊。那角色的话是用碎片的方式合成，那也可以去抽卡包哦，这有很多方式可以打的。那你也可以就是组完自己的队伍之后呢，就像那个神圈宝贝一样呢，可以去道馆跟别人 PK 啊，有个 PK 的这个排名啊或者奖励这样子。这我就有了，为什么那么多次啊？那其实你拿到一星角色，它也是可以就是往上提升的，可以升阶。什么东西？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新角色来了，立即获取，立即获取。所以呢，这不是要给我获取的概念吗？不然出现那个字是干嘛的？立即获取啊？不是啊，你跳出来就是要给我不是吗？啊、跳个讯息出来，立即获取，我也没拿到啊。足以晋升角色，赶快行动吧！哪一只？哪一只？这只啊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！哎呦，两星呢哦！哇塞，凑满七颗星就可以变成救急形态。所以其实，如果说你有自己喜欢角色，你就算是一星也没差哎、欸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没有什么差、啊。所以我现在还把这个凑满之后，我就可以让它升级了，对不对？一颗星的肥宅呢，变成这个怎么讲？七颗星的肥宅啊，就像是胸前有七颗星的男人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只要我胸前有星，越多星星，你们就越打不过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把等级先升一升好了。黑武士可以抽吗？要不要抽啊？就应该抽个哎、欸，不然我们来抽个好了。现在700多钻石可以抽东西啊，看一下我们来抽什么比较好嘞。杜洛吗？这个只能抽两包就没了。真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抽两包都没啦、啊。看一下好了，剩余时间吗？为期七天，每天都可以收165颗钻石，可以吗？哦，是要花钱呢、欸。嗯，最热门一箱水晶，一大箱水晶，一保险箱水晶啊，最划算哦。哇，15710颗，先买是不是？不要吧，真的要买哦？好啦好啦，你们真的希望我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变态，一直要别人买啊！看一下，那如果我抽这招大包呢？八张卡片，它里面会送什么？好了，掉落一个四星，一到四星的角色或角色碎片。光明面吗？欧郎，可是还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次还不错，2500，买是不是？有人说买，真的要买吗？啊、哦，犹豫。2500的话，我现在要买的话，我可能要买500块的，买个500块的最热门，600块。保险箱才配得上我，高端煞气上档次是不是？哇、哦，啊、欸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玩一玩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。要不要抽啊？抽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抽一包就好，好不好？老皮抽一包就好。真的，我们抽一包这个好不好 ？OK 吗？抽一包就好，拜托各位大哥大姐，拜托一包就好，真的，一包就好。我先把麦克风调一下，我麦克风好像很大声。他就说自己买不起，看别人抽也很爽，可是花钱的就不爽啊！啊，工商反而亏钱哦，没有关系啦，一包就好。啊，心魔！啊！先看看能不能买。新增付款方式哦。等一下，我把它关掉。等一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信用卡关掉。好。OK， 这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感谢我们的，感谢我们的，看一下，感谢我们的，哎，刷很快，刷很快，感谢我们的 X 什么地狱二三个月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用头壳有洞陪我入坑啊！感谢我感谢我们的啊，感谢我们的二三个月啊，二三哥，感谢我们二三哥，好，总可以了吧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取消购买取消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看二三哥都已经那个了，我现在这个不买可以吗？大家等我一下啊！谢谢二三哥，二三哥打个字吧，让我知道你的 ID 是多少。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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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购买成功。每次，呀呼呼，呀呼，成功已收到了2800的水晶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抽啦抽啦，真心不错玩嘛，超大包嘛，你这样像没办法，我如果不买超大包真的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二三哥都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抽行吗？对得起他吗？各位观众，抽了啦，抽了抽了抽了，谁？十点碎片怎么够呢？好 ，OK， 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还可以接受，都没办法凑满。三十，丘巴卡，暴风执法者，哎，都没有一个满的吗？哎，好啦，这个。这只还蛮废的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一只啊，给我几个黑暗面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现在还有一千哦，还有一千水晶，我们可以再买两包，可以再买两包，要买吗？再买，黑人，对啊，哪一个黑人？而且又不是主角，真的是，刷了刷了刷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不好？开船的跑来陆地上跟他们搅和干嘛？没船就是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拜托，再一个。算了啊，拿不到，我想拿都拿不到啊！十字光剑真拿不到，没办法、啊。我刚拿到是这只吧，对不对？这只能力是什么？无敌突击哦，攻击力有 30% 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啦，算蛮强势的角色。训练一下好了，帮他把等级拉上来。钱坑啊！再花500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花了。先让我打后面但是让我打后面再说吧，因为我刚拿一堆碎片，搞不好还有机会可以。几个角色，购买资料卡啊，就这样哦，500块就这样子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这个好了，换一下啊，暴风兵真的很废，我不要了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把它换掉，换谁啊？这只呢，这只好不好用？见习生的瞄准，战友，呼叫支援。好像还不错哎，可是他就是你要有战斗机驾驶员才可以有协同伤害哦。好，16等哥吗？16哥，看一下啊，16哥是哪一位？哦，感谢我们的 YJ Wang 恭喜订阅，感谢订阅16个月，谢谢你。哇 ，YJ Wang 真的是很感谢你的支持啊！看一下，我把这只放前面好了，他放前排，放后排。然后这是我们把它放驾驶员。
哦，来来来来，射钉，什么东西啊？协同攻击，呼叫战友，战友们来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好猛哦、喔，会上哎、欸，紫色的光剑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紫色光剑有比较猛吗？84D 好像也没比较高啊，57D 100D 哎，他的光剑，结果我的那个怎么讲，一挖族伤害都比他高哎、欸，亏他还是怎么六颗星的角色，长老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哎、欸，很失望哎、欸，这伤害。愿钻石与你同在。他是红色中队的队员嘛 ？OK， 云度很强哦。啊，好，冲个冲个冲个！帝国军官上啊，宝贝！哎呦哎呦，不错不错，丘巴卡，坦克角色吗？好，还好啊，也还好啊。哪有100多滴？不客气不客气。好。坦克角色，嗯，对敌人造成特殊伤害，并且消除所有的加成效果，好吧，我们先把他们加成效果消掉好了。哦，动作很帅呢，哦，好不好？动作很帅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可以称赞他了。嗯，闪掉了。好，感谢我们的 G710252001 订阅三个月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是要叫我继续抽500块的意思吗？不好吧？你这样不好吧？一直订阅我会想抽哎、欸！不要再订阅，你们再订阅一个人，我就抽给你们看。我跟你讲，钱要好好爱惜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真的再订阅，我真的再抽500块啊，对不对？再订阅两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抽那个什么东西，抽保险箱啊，都没问题的、啊。不要这样子啊！哎呦哎呦，这波可以，这波可以。难度高了，真的蛮难打的。哇哇！好，再来。怕你不敢抽、哦，我还怕你不敢订阅嘞。不行啊，这样子人家会说我敛财啊，这样不好打的。好。好，最后一个挑战。最划算，自己想抽都说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抽不到我想要的啦！好，我把将军干掉。怎么将军不是被打爆，怎么还出现啊？血量不是很多。冷静吗？叫我冷静。我很冷静啊。有人说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真的还蛮……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玩 RPG 游戏啊。我是觉得真的蛮好玩的，不要抽比较好，不会啦，可以啦，练到赔钱的第一次，怕你早泄，抽到1000要三 gain 哦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如果他真的给我1000角色，那我就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哇，好痛！那个负面状态是什么东西啊？状态是什么东西？特殊技能被封锁，防御加50%。炼财又不是2天的事情了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已经算是已经很清流了、欸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谁啊？哦，感谢我们的 MJ001571 订阅3个月，感谢订阅，完了，500块了。这样打完就再一个，我就是要抽保险箱啦！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谢我们的 M O R P H Y 啊 S Star， 好，感谢订阅。好啦，保险箱嘛，你们真的很警告不告变态，你知道不？真的很变态、欸，又一个订阅，感谢我们的 Rank J Y， 谢谢订阅。好，抽。这样子，你们都这样的啊！我不抽，待会我走不出门啊，你知道？出去以后说你为什么不抽？说好的抽呢？
啊，死掉一个，可惜，只拿到二星的二星奖励。这边的黑暗领域太强了，这个 You don't know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， 是不是？这个 dark side 原理已经真正影响到我们实况台这个观众的心理状态了。保险箱，保险箱多少？哇，2900哎！感谢我们的 CHAT， 谢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哇，这个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折中啊？我们抽一大箱水晶就好了啊！保险箱真的太贵了，3000块台币耶！3000块台币耶！不是我忙，这游戏刚玩就抽3000的有没有？有哎！哇塞，这个太猛了，2990。哦。哦，这个，哇，当然不可以，2990，自己说话算话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要以身作则，毕竟我们做实况的，对不对？也算是半公众人物了。如果呢，我这边不抽，就是不说话不算话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既然承诺人家，你让人家期待了，如果这样就这样见好就收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敛财。对，但是今天呢，说到我就做到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就给他拜下去了啊。那我先把画面切掉，因为我怕我信用卡资料会跑出去。上次不过漏一点小小东西就被人家盗用那个什么序号了，这个还那个，我就真的糟糕了。好，好，抽个，真心不骗啊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看我这样。我已经亏了，你知道？我现在工商钱都没了，你知道？各位观众啊，我工商的钱都没了，白做工的概念，你懂吗？啊，算了啦，没关系，好玩就好了。其实没关系啦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游戏不错，所以当时才会接，对啊，所以算了，我都抽了，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16000的钻石啊，我可以抽几包大包？好。抽啊！十连抽！哦，感谢啊！感谢我们的 V 哥，看一下啊！感谢我们 VACK 啊！感谢我们 VACK 的订阅啊！哎，可以了，皇家卫兵，哎呦，这是不错哦。反正就是敛财啊，讲那么好听，实况界比尔盖茨，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哦，这第五世领事，这我有了。哎呦，礼拜啊，三星还可以。如果抽到一星，我就马上入坎。哦，两只哎，哇塞，这只也是好角色啊，女角啊，再来，神之卡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目标黑武士，只要来一张黑武士，我就发达了。I am your father， 女角出来了。再凑个男主哦，这只也不错，野蛮人欧普拉斯，这只也是算是蛮主要角色的。复制人中士，哎，太多了吧？这碎片36个了，不是吧？哎，这是车真的很坑，你知道？36个，然后一直喷，再出来一次我就跟你讲，我就怒砍了，钱我不要了。哎呦，还不错，好。星战七女主角来，黑武士，八八八八八八哦，双刀流，哦，这是可以的哦，魁罡星哦，黑武士来啦，差一点，罗盘还不错，三星，黑武士。皇帝都拿到了，我靠！哎，皇帝被我拿到了，大酋长的攻击，哇塞！哎，我真的差黑武士，我就凑齐哦。现在坏人的黑暗阵营，我就差一个黑武士哦。好，复制人中士，人品，我们还有三次机会。老班，我不是要你。
这个回钢筋也太多了，这只是太多了，我不要啊！哦，新角色还没拿过。哎呦哎，达斯西蒂，可是要80个碎片。这不是皇帝哦、啊！哎，有暴风。哎，打带跑。再来。踢宝，踢宝，抽到踢宝。不是啦，我刚才抽到西斯大帝，可是西斯大帝他叫碎片，他不是直接抽角色啊。你好歹直接来只角色，你给我碎片干嘛？又要除了是不是？我已经花了3500啦。哦，没办法啊！15个碎片，一堆重复角色了啊！最后一次，拜托啊！该做事啦！不是啦，该做事啦！你还差一个是怎么回事？次等者。下面有三个角色，我刚才是这边有三个角色的图案，应该有机会。来，不是要你嘛？最后一个机会了。这很愤呢、欸，不是，真的很愤，你知道？天舞是公主都出来了，陆克也出来了，你黑武士不出来啊？好，单抽好不好？单抽。哦，达斯魔，只有碎片。3500可以退吗？请问可不可以退3500？泥巴巴嘞！好 ，OK， 运气不好，我就算了，拔料，好吧，拔料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黑巫师笑你笑得好好笑，好升，都可以升，你看我这小这么烂的角色都一大堆啊，你看这个还给差一个碎片的。这不是逼我要再继续抽吗？再除我不要啦！哎，3500了，再除，我都已经没有赚钱哎、欸，我工商没赚钱，你还叫我除？你们这些人，好，3500丢到水里面哦，不会啦，也是有几只不错角色啦，还可以接受，安慰自己嘛。正常玩别的游戏，很少抽到好角色。可是我想说，我一开始手运还不错，抽到几只还算不错的角色啊。陆克，结果陆克我也没拿到。看一下，我刚才好像有黑武士的，我有黑武士的卡，给我女角都不给我男角，真是气到都喷出来，然后弹出来。这次我还缺很多皇帝嘛，对不对？皇帝还缺很多，黑武士呢？哦，不少、啊，不行，钱不够了。有，黑武士我刚才有抽到一次，所以我现在碎片是11个，还缺69个，69，哎，这数字有点糟糕、啊。
巴拉巴巴巴，我把你打喇叭。别来怂恿啦！这个六九我还抽，都六九你我还抽。哦，没败。好，我等下派我新角色去用用看，我看好不好用。每日活动，七等了，花钱花到升级有没有？训练一个角色，好，不错不错。透过水晶订购包获得更多的水晶。你他圈的，这是在玩我是不是？透过水晶订购包获得更多水晶，我还订个不够吗？我还订个不够吗？冰爸爸都已经订个3500了，我还不够吗？气死我了！啊，无言了。哎，我真不知道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，好吧，我们先把东西领一领啊。欸，其实这边可以领的，不是吧？这边可以领黑武士，所以我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去领黑武士，不是吗？26张了，那我就解成就就好了，我还花3500。我哭嘞！登录7天哦，登录7小时，然后练到10等，5名角色，靠，不是吧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哦，我真的很喜欢黑武士啊，不是我在说，好不好？有黑武士我就玩黑武士，但是这真的是让我有点太伤心难过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打掉啊！我们拿新角色打打看，战斗啊！我要找谁啊？看一下，这角色好多，女角不错吗？把它换掉。好，我这边一堆神角，莉亚公主、暴风兵，这好像没什么用了，换掉。来，这只。EA 爽赚3500，好，我们来试看啊。女角技能什么东西呢？制衡之力，对敌人攻击的话，如果没有加成效果，可以获得御剑2回合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哇，果然是要花钱的角色，就是帅，好吧，就是帅。那不花钱就是这样秀就没了。好，丘巴卡。瞬间屌打，这什么东西？生存者对敌人造成伤害，并且回复造成伤害值的生命值哦。哇，好猛！可他攻击很低啊。土豪型实况组，瞬间组个超强队伍啊！来啊！连回家都那么帅。嘿嘿嘿嘿，啊！好，不错，嗜血剑。但带一等角色哦，没有啦 ，OK 的啦。你高星的技能就很强啦，对不对？还要自己回血。可，没回血角色哦，没关系，用吸的就好了。里面有声音吗？有吧，有声音吧。等高兴没屁用，有啦，待会就可以升啦。你看有没有？连一拉一耶，开玩笑。这种能力你还说不强？好，来。EA 表示下次来找你工商哦。欸，我买，我 EA 游戏《模拟市民》也买，《战地风云》也买，对不对？他 EA 能出游戏我都买啦。不是这个不给我工伤，说不过去啊！好，升级，猴哥，
不要让他开大、啊，这样你血太多了。哦，不错。黑武士还要再花五千四，是不是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花不花了。伊娃强是因为他等级高啊，他等级比别人高，不错哦。又在补。哎呦，消不掉啊、欸！好，看一下啊。清格，那不错、哦，还可以把他的那个行动值打掉。好，来个，于是，暴风士兵命中率超高，不科学。你以为他是像电影里面一样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这是 RPG 游戏啊，他都打不到，那你还放那怪物干嘛？漏靶吗？拖延时间，拖台前。不是吧？哎呦，有了，伤害攻击增加三回合，可以，下一回合就把秒杀掉，痛！就这个轰炸，哦，闪掉了，死了，80滴还不错。要跑了 ，yes。加外原理了啊！加外原理，八等了，放他是不是为了赚3500啊？哎、欸，亏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看一下时间啊，其实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这款游戏的今天的实况先到这边。那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啊，回来我们会玩这个《Minecraft Story Mode》啊，故事模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我平常讲一下，游戏名称叫做《新的蛋》。这个银河战将在老皮的 FB 这边会有已经有连结了、啊、这边连结的部分呢我就不贴了啊，自己到 FB 看一下啊，那边 FB 的文章首页第一篇文章就是了啊，好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先把角色升级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次还蛮强的，只是他等级真的太低了，一等而已，升个，这我还不升个，对不对？好歹给他升到十等去，哇、哦，瞬间十等啊！血量、攻击力都上升，哎、欸，没有加攻击力，加敏捷。OK， 好了，那先这样了，那我们就待会见了啊，待会见，休息一下，换个台。